godlike. Hey,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尚恩。进入大四 Wave 女团的第二位成员 莉莉安。那我们就从抽奖开始，初始点券呢是8400点了，那我们抽完看剩多少。这些抽奖呢比较佛系，它有保底。由于我们已经拥有 Yenna 呢，可以少抽一抽，那期望呢是大概在3000点左右。 OK， 最后是花了2900点。如果你没有 Yenna 的女团造型呢，会多花590点左右。那我们来看莉安怎么玩吧。这版本的莉安呢其实挺热门，主要是呢在上个版本法师界得到了不错的调整，经济跟装备上呢都有优势，所以啊像是 Turin、 沙加还有洛里昂这些尝试的法师呢都很常被ban。其实呢还有一些法师也是可以玩的，莉安作为一名法师呢，当然这版本也有不错的表现。只不过呢丑话说在前面，莉安是一位呢挺需要操作跟观念的英雄，他的输出量呢完全看你的技能准度，如果你技能打不准的话呢，那你的输出可能会没有克里希高。克里希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选择，或者像是马加亚、卢米亚这一种。莉安虽然是一名法师呢，但是他也具备了刺客的特性，毕竟我们千万金吒呢就是一只100%的刺客，如果打到输出最高化的话呢，需要一整套的近战跟远程的连招。最让我们的辅助是夸克，那这版本呢依然是从凯撒路滚雪球吃古龙会比较好发育了，只不过我们夸克玩法呢它是偏向于帮射手，也没有觉得对跟错了，只不过呢这夸克呢确实玩得挺准的，很有个人风格。待会呢我们就看情况多多支援魔龙路。那所谓游戏呢没有固定的套路，通常呢哪边人多我们就去哪边。找地方的马加呀，马加呢比较被动一点，我们可以凶他一套。马加朋友们一下一技的伤害呢当然远远不及我们的一整套啊。小心一下这个瑞克，不要被他耗太多血就好。这时候呢估计也不会打架哦，这个死气。那我们就有空没空呢就用一技能来消耗敌方，帮我们打野反反敌方的野。上路最大有两只，但我们燕娜血量是满的，所以没关系。来看出装一魔纹，基本上传统法师出装很久没改变了，除非官方再给法师装来个调整，或者呢削弱某一件改强某一件，基本上我们就会出这一套。如果敌方的回血很多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考虑先买一个聚魂露，甚至可以买在爆裂法杖之前。聚魂露其实挺好用的，有魔攻有生命值。要知道呢莉安会切换成狐狸形态，狐狸形态有双防的加成，加上聚魂露的生命值呢让我们可以更坦更硬。现在这边打起来，我们大野已经倒下，但敌方血量其实挺残的，先是后面的马甲带走他们的辅助瑞克呢，残血跑掉了，打野呢企鹅在中路露头，所以我们是安全的。先飘回去技能忍圈呢抓的差不多就好了。那这边呢我们在跑线的过程中也展现出莉安的一大好处，那是我们的机动性很高。如果我们玩的是克里希或者迪拉科呢，支援完下路回中的路程中呢，如果遇到埋伏就很难处理。莉安就算遇到埋伏呢还是可以飘走的。我们技能用过了先拉一拉，没技能的时候呢就利用走位了，最原始的逃命方法，一套给敌方的瑞克带走。哦，这部是新造型影片，我们来看看这造型。尾巴呢它的透明的效果还挺好的，人类形态跟狐狸形态都有透明效果。不知道为什么呢，传说不太喜欢出这种透明宣光的造型，像是企鹅呢，企鹅在大厅里面看的鬼舞者造型明明就很帅，可是呢去到游戏内会变成一头紫色的。莉安也是一样，虽然我们的尾巴呢有宣蓝色的效果，只不过呢如果我们切换成狐狸看我们的身体，那就是一头蓝色的。狐狸形态的身体呢是我觉得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，
那这当然是我个人喜好嘛，说不定你很喜欢。人类形态呢没什么问题，特效的话呢，一级人也很帅哦，二级人还会炸出四个喇叭，用喇叭来炸人，果然够暴力。这时候呢，比数差不多已经进入了我们节奏了，毕竟我们发育得很肥，肥的力量可以干嘛呢？就是可以一直找人来炸，像这样子，可以洗出不少数去啊。更没挑人的芙蓉人就剩一小滴，没倒下是可惜的点。最后呢，我们打野打下了，这场我们打野呢目前比较难受一点了，1-1的战绩。敌人消失。OK， 暂时缓一缓，出装了我们的一情况调整了。举例来说呢，如果我们觉得不需要生命法杖，就会改成密咒之刃。核心出装呢就是前面三件了，暴烈法杖、邪灵还有王冠，基本上暴烈跟王冠会绑定了。那这边呢我们有四位英雄，人比较多呢可以稍微的压一压，把兵线推进去看敌方要不要守这波塔。夸克这边果然抓到敌方的维克，一个轰炸带走他，众人赶去中路，把这兵线一起带进去。 OK， 这边弗伦会放在防守，紧的是一套，把血量先降低一点。哦，这边我们有点膨胀了哟，只剩我一个人，这是膨胀的代价。那这故事告诉大家呢，不要随便膨胀哦，或者呢膨胀前看看附近队友在哪。我们把下路兵线推出去一点，这时候我们打野还在努力发育中，夸克被抓到了。那人比较少呢，稍微进入一个空窗期，弗伦这个来给他一套，加上两个防御塔的助攻，再一个一二连招带走弗伦。那我们稍微的分推一下，力量本身的分推能力呢也还不错，找个人中路打了一个夸克。哎呦，背着企鹅飞走了。清掉这个炮车，我们来看看中路。Florin 后面瑞克已经打下了，技能缺中了，先等一等，他们马甲开过了大招。 Florin 确定他没有回来，马甲倒下，敌方剩下企鹅跟井，我们打野也赶到了。打赢这波小团呢，我们过来这个凯撒，游戏也进入尾声。我们先放凯撒来推一条，接着我们去帮忙中跟下。 OK， 敌方英雄呢仍然在下路，看我们可以再压深一点。先消耗一下敌方的血量了，烟娜点了桑塔，奇尔也在敌方瑞克，但我烟娜已经倒下了哟，仅交过瞬移，芙蓉人就剩一格血。这边有炮车在，敌方开过了风塔，这边 Coco 也吸得不错呀，打扰敌方的井。那最后呢，就跟队友一起点掉珠宝，结束游戏。以上是我们的Lian的全新造型 Wave 女团，然后我觉得还不错了。抽奖呢，以其他的抽奖来说，并不会太贵。接着还有貂蝉跟苏黎两位。那我上个感谢你收看，喜欢片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